可是老实讲，我们讲真的，如果我们今天赢了，然后我们要拿球，我们一定拿你们的球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你们的战力是最强的。没有，你错了。你反要拿实力相当的人的球。对啊，你当然，你怎么会把我们做？啊、你跟我们作对，我们就才真的才拿你的球啊。你们就会，因为我们拿球的几率高啊。啊，你要跟我们同好。你要针对我们啊？不是啊，你刚先针对我哎、欸，你先针对我们哎、欸。我们第一次没有同队，我们第一次没有同队。你有什么立场？我比较聪明了，我比较聪明了。我就说他。很为他智力堪忧。不是，我们要介绍我们一下，我们有对呼，我们有对呼。你们有对呼？对，怎么说想的？我们是柔骑士水。谁是柔拳？柔拳，柔拳，柔拳，柔拳是的，柔拳，柔拳哦。哎，坤老板想了一个晚上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就针对。黄队，黄队的战力是最强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全部弄他，那你们先赢了。对呀，我没有讲哦，是他讲的哦。战力分析，战力分析，来来，先跟不是嘛？那不是黄队今天跟吃软柿子有什么？有一点，有一点，对呀，太软。你看祥全的应该就今天的这个，他们怎么背嘛？整集哥也不懂。对，整集第四名就是他。可是老实讲，我们讲真的。如果我们今天赢了，然后我们要拿球，我们一定拿你们的球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你们的战力是最强的。没有，你错了。错了，你要拿实力相当的人的球。对啊，你当然，你怎么会把我们做？你跟我们作对，我们就才真的才拿你的球啊。你们就会，因为我们拿球的几率高啊。你要跟我们同好。你要针对我们啊？不是啊，你刚先针对我哎，你先针对我们哎。我们第一次没有同队，我们第一次没有同队。你有什么立场？我比较聪明了，我比较聪明了。我就说他很为他智力堪忧。4-3-3+1，加一，恭喜大队，是。你好强哦，都好强，都没了。哎呦，输了啦！第一名的是黄队，这个黄队你可以。拿其他三队看你要选哪一队，三颗，三颗，或者是你要分配各拿一颗，或者是你要拿两随便两颗，然后一队一颗也可以，就是你说的。好，你们来决定，一乘一起，一乘以优，那个优的是要被人家拿走一球，都没有啊，或者三球，喜的是休息嘛，这一关已经结束了。来，我跟你讲，因为。你知道吗？我的分析结果是，如果我们各拿一颗，大家公平。可是等一下只要他们其中一个来攻我们，对，是拿我们三颗，对，我就完了。所以各拿一颗不痛不痒。不痛不痒。对。因为只要下，他们就看哪一次我们会失误。对，我们要挑一队各就拿三颗。对对对对对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们挑刚刚有攻击我们的那一队。我没有，我没有攻击你。有啊，有有。如果我们今天赢了，然后我们要拿球，我们一定拿你们的球，我们一定拿你们的球。自己交出来吧。对啊，自己交出来。自己交出来。谁是自己？自己交出来。交一出来，来来，交给你。来了来了。不要这样嘛。自己交出来吧。熊不在这里啊。你要一直宿敌。Come on, come on。自己这边应该会出现吧。宿敌啊。自己这边应该出现吧。我不要讲，我不要讲。没有同流合污啊。真的啊。别再宿敌了。我们不能轻易拿我们三颗。我不知道，看哪三颗丢进来嘛，快点啦，来啊，来啊，快点丢嘛，丢丢看啊。我们不要输了，我们不要输。对啊，快点，哥就好，没关系啊。先丢三颗，他很。好了，你先丢两颗看看。好，再丢一颗。不要这样嘛，来啊，不要嘛。哦，第一次看到绿色的球，好可爱。对啊，谢谢。好 ，OK。够了，请说。可以跟你讨论一下，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当一下求饶了啦，求饶，求饶，求饶嘛。对，我们不要，不要，以和为贵，我们以和为贵。好，大家都朋友，然后今天难得有机会到在韩国，好兄弟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关我们就先这样算了，先这样算好吧？对不对？这关就这样子。不是他自己嘴欠，对，是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自己嘴欠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队长，对不起，好不好？错能改，嘴巴不要在这边。嘴秋了好吗？来大秋一定要嘴秋的啊！大秋要嘴秋要办怎么办？一直竖拿走就拿走啊，怎么样嘛？哦，好，好，对啊，那是很难嘛，怎么我没有玩过啊？我有啊。